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奇兽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847集，先给大家分享这一套 Target 还有孩之宝，不对，应该是 Takara Tomy 的联名款，它里头附带了一个 Artemis Fowl， 还有一条狗，那个狗的名字呢叫这个啊，这个叫做红心或者叫靶心。红心是什么？玩具总动员里头不是有一头驴吗？对吧？那个驴其实也是用这个名字了啊。如果你直接去查，你可能会看到是牛的眼睛。啊，但它确实是翻成就是这个这个靶子的这个中心点啊，这个，那这个 OP 的话呢，使用了你翻到后面你就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啊，它使用了镭射科波纹的模具。后面这个货柜呢，如果熟悉的话呢，也知道它是来自于地球崛起时候的货柜啊。那么中间这条狗的话呢，这个眼尖的朋友应该能看得出来，机械狗来做一个小小的改造的。然后其实这个包装盒呢，非常充满快乐童趣的一个线条感啊，这个有狸妈动画的这种画风的感觉。这一侧的话呢，它是有延伸过来的这个构图，另外一侧的话呢则是 OP 啊，跟这条红心的话呢有一个非常愉快的人看狗不对，机器人跟狗玩在一起的画面，颇为温馨。甚至你可以看到这 OP 是不是眯着眼睛在笑啊，然后这边的话呢则是类似一个说哎去把球捡回来一样啊，把球丢出去啊，然后这个小狗狗呢去把球给追回来啊，是一个非常温馨的构图。那我们就看到玩具的本体啦，一台拖着白色货柜的卡车头，看上去的话呢这个比例应该还是有点不太正确啊，货柜好像是显得太小了一些。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它的货柜部分，这个是属于这个牛头犬一个红心 Target， 那它的两侧的图案是一样的啊，那前面有个红心标靶，那这个打开里头的内容物其实跟之前的地球的崛起的模具其实都是一样。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到一个事情，就是说它这个模具的话呢，它我们先拿出这个是原本的传世系列里头吧，这个镭射科波纹，它的一个配色来讲的话呢，我想这个应该会比较好看，有火焰的纹章。后面的话呢我给它换上了地球崛起的货柜。那么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它原本的这个货柜里头是可以附带武器的。对，没有错，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版本的话呢，Target 的这个版本，它这两个武器没有了，这两个武器是它的，啊，就取掉之后的话呢，它就失去了武器，也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个点呢。那另外这个，因为看到一样是看到这条狗的符号吧，我一开始也以为是，对不对？是属于这个京东的一个联名的商品，后来发现不是，其实是 Target。那这个是变形金刚第四集的那个Gamma 中的模具了啊。那这两个比例是不对的啊，这个大小显然是不正确。那直接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小对比。那轮胎的滚动性也是没有什么问题了啊，变形上的话呢，也没有特别的一个变化，基本上就是完全都是一样的。那可能有人还是不喜欢这个卡车头的模具，就是说比方说它的一个烟囱过短，或者是后面多出了这一块部件啊之类的。但是官方既然选了这个模具，那也就只能认了啦啊。那它比较有趣的就是它的这个靶心的这个涂装只有这一侧的眼睛才有啊，另外一侧是没有的。哎，这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涂装了，正确的涂装。那所以我刚刚说为什么这个货柜两侧啊都是有一个眼睛的一个涂装啊，是不是应该是不正确的呢？好了，那虽然大家已经对这个模具的变形应该很熟悉啊，但是我们呢为了节目的完整性还是把它拍一下好了啊。那这个两腿打开，这个鞋尖跟脚后跟把它给弄出来，那这个手臂的话稍微平举一点往下搓一些些，把这整个背盖车头给整个往上翻起来，这个部件呢也给翻起来，整个打开，然后呢车头也做一个打开，整个都把它给撬开来。撬开之后的话呢，这个脚的话呢稍微切一个角度吧，我们把这个部件给整个给推出来，推出来到这边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胳膊呢从这里给往外翻出去啊，这里啊对啊不对，要先把这块部件翻出来，这里翻出来的时候呢里面有块肚子的话呢要记得翻出来。然后呢这个玩具的话呢这个地方它是一个 C 型扣嘛，
它这个喷出来的一个几率比较高啊，比那个原本基础模具的话要来得高一点。这个时候手臂的话呢，可以从这，因为你这个地方它会限制到啊，你必须把那一块部件推出来啊，这个手臂的话呢才能够从这里给翻出去。好，整个都翻出去之后，到这里，这个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稍微往后推一点，这块部件呢才能够推过来，这里再把它给扣上去啊，大概是这个意思。两侧都一样推上来，然后呢，这个胸口的话从这里压下来就行了，腰部旋转180度。好，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肩膀的话呢，就是一个双动关节往上搓上去，啊，往上搓上去。手臂的话呢，推过来到这边，它是有一个照理说应该是要先把手进来的了啊，但是这里可以用一个塑胶的韧性啊，强制的把它给卡进去也是可以的。到这边，把它给扣进去，这个好像这个新的模具是不是比较紧一点啊？这个变形有点不太正确，但是我懒得变回去了，就这样子。然后肩膀放下来，最后的话呢，头部这里由后往前盖住，拳头呢从小臂里头给翻出来，啊，一个黑色的拳头这里给翻出来。好，到这边，这里也是一样的。好的，好，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一款这个 Target 限定的 Atomos Prime， 对，这个背包给扣上去。好的，它的变形就算完成了啊。它的机器人的状态呢，来给各位看一下，主要是黑白红三个配色啊。眼珠呢是红色啊，这个是反派吗？那是你却没有武器，你到底是爱好和平还是不爱好和平啊？然后肩膀打开里头一样有这个炮弹的刻画，可以放下来。这个两个大肩甲的话呢，是这个玩具被人有时候有人不喜欢啦，但是我觉得也是蛮有个性的啊。啊，后面来看的话呢，啊，这个刚刚卡车的时候，哎呀，刚刚这卡车的时候呢，我这个油管都油桶都没有翻出来，好吧。也就这样吧，反正大家也习惯了是吧。好的，那这个可动的话呢，就给各位做个简单的展示啊，前后左右踢都没有问题。这个模具的紧实度很不错啊，到目前为止把玩起来，除了说腹部这里里面那块部件抠出来的时候容易掉之外啊，基本也就没有什么多大的问题啊。然后呢，这个模具的话呢，因为它跟原先的这个雷射科博恩相比，它没有了这两个武器，取而代之的呢是这个狗狗的话呢，我们再次的呢啊，就再次的把它变回去好了啊，变的时候呢，把这个头给收进去，然后这个转一转就应该就可以完事了啊，这个推过去啊，直接翻过来，到这边转过来，就把它拼凑起来。好的，好的，好的，好。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形成它的一面，这个你要说它是一个盾牌啊，在这边盾牌，这个我把它给扣上去。好，这是一个盾，但是我觉得这个盾的位置是有点奇怪，因为它位置摆在比较偏后面。 OK， 那另外的枪就是直接把货柜上面的这个部分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拆下来。好，这个是说明书，其实没有写这个东西啊，说明书没有写，但是和会的背后啊，它有印这个东西，那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武器，也不能说不好，特别是这个东西，至少你就是有一个一体成型隐藏在这个载具里头的一个设计吧。那大概也就这样子吧，这个纯粹就是一个铜模改色的一个限定版而已，并没有特别其他的修改啊。如果你直接想玩这个模具的话，啊，那先前的这款雷射科博文已经非常够用了啊。然后这个再提一下，它的胸口里头的这个领导模块啊也是有的啊，而且是一个红色的一个中性物，但是感觉里面这个白色的涂装不是很好，或者是说啊，包括它这个地方这个白漆啊，我觉得涂的就是稍微都有点潦草啊，白漆的部分。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分享这一款Target 限定的 Atomos Prime， 还有一个红心，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